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好小一只。就这样。就这样。你怎么了？应该是中暑。身高体重？身高149，体重37。没关系啦，反正中暑的话，就去保健室找你啊。不健康的超新星，听起来好像很快就会被陨石打到，然后碎光光。学长嘴巴意外的坏。不用管我的嘴巴，超新星去睡觉。下一堂课，我会叫你。2023年2月21号，广播剧《矮小的超新星》。